是我是设计师的话，我才不会想要办这张卡片呢。放这个 logo 不如留白就算了。到底是有多丑啊！我的天哪，很像瓷器的色彩。你看大家都是已经是雪亮的，就觉得说，这卡片真的不是很好看。上面写建筑师也太愚蠢了。建筑师是很高档的职业，设计不应该是这样阳春。到底有没有人就是有去办这张建筑师的这个无限卡？